点解姐姐瞓醒擘大眼仲未发达嘅？正一仆街仔嚟，系都要等我走唔甩嗰阵，你先入嚟屙嘅。今日系咪礼拜日啊？唔系啊，早日日都礼拜日。叫咗你唔好买架前七噶啦，而家搞到逼巴士啊！唔买，因为佢俾人偷八次 HiFi 啊，偷七次碌铃啊，日日放工兜三个钟头搵位啊，仲要入标入到十二点，公司楼下停车场收30蚊个钟啊，你养得起啊？唉，我养唔起，我成身湿晒啊！我湿晒啦！喂，车嚟！喂，走埋，走埋！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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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走快啲噶啦！喂，司机啊，仲有人未上车啊？喂，喂，司机啊，未攞司机，哎呀！哇，六合彩冇我份中，吐痰咪中得正，你死噶肥佬，咁冇公德心！早晨，早晨，早晨，早晨。对唔住，恭喜晒你喎！哦，多谢，哦，多谢，多谢，真系伟大啦！恭喜，靠晒你啦！多谢，靠晒你啦！靠晒你啊！我哋啱啱开会嗰阵，一致都同意通过，你系最适宜翻大陆同我哋接洽嗰个1881生发水嘅广告代理权嘅。嗰度系山卡拉嚟嘅，其实嗰度唔算好偏僻啫。你坐火车去西安，搭七个钟头巴士，再转驴仔行半日，然之后自己爬过山头已经到噶啦。状元咁啊，好有型啊！有型就捧场。下个礼拜我喺大会堂为母校筹款，预你10张500蚊飞，预你10张500蚊飞啊，即系5000蚊啦！点解今日唔客气？李叔，点啊？迟哥，九哥唔系嘛？追数追到呢度，喐佢，咪要守住啊！我最怕见到血噶，等我走咗先啦。喂，九哥啊，九哥，哎呀，梗系争人啲外围数又唔还啦，睇佢俾人打镬金噶啦。喂，你又系咁难睇啊？又俾人打，你痛唔痛啊？啊，梗系痛啦，废话，我帮唔到你啊，对唔住啊。帮你帮我人打埋一份，仲亏过我。喂，使唔使睇医生啊？哇，我谂到一条道理。谂到咩啊？做人一定要发达。废话。咩废话？我今次入大陆，决定揾啲私帮生意做。哇，呢只唔系路嚟啊，掟死人咩？忍下啦。我仲要同啲仔嘢坐埋一齐，哇！有蛋都掟埋出嚟啦！唉，害死我啦！饮杯嘢先。嗯，赶我落车啊！到未啦喂？呢条路咁似唐三藏取经咁嘅路嘅？似啦似。又冇冲凉啊？又痛喎！咁冻嘅，我都着好多嘢噶啦。哎呀！
顶唔顺啊，乜都抄得出嚟着啦。哎呀，哇哇，嗯，我们首长都住这个房间啦，有什么事找我好啦啊？噏咗半个钟头都唔知佢噏乜嘢，有冇搞错？喂，佢真系噏咩啫？佢话呢间就总统套房喎。黐线嘅，总统踎间靓过呢度啦。喂，做啲私帮生意先。哇，走私啊，唔得个犯法噶喎。即系话知佢犯法唔犯法啦，通知佢哋先。啲黐线嘅，冇电话乜都冇，点通知佢哋啊？诶，佢哋借呢个一级通讯设备俾我。嗯，有冇咁先进嘅？绝对保密。嗱，呢张系交易地图。哦。喂，得唔得啊？梗系得啊！喂，大佬啊，夜妈妈嚟呢咁嘅地方，好危险噶喎！有冇嘢危险得过穷？同志，同志们，你们在哪里啊？啊，还在那边哦。哎，你就是池先生？是啊是啊，佛啦。你挺正哦。这是汉朝的马，这全是中国的国宝啊。哦，有几次真的哦。哎呦，我们所卖的全都是真货呀，没有假的。什么？我只是有点假的，我带回香港去啊啲香港人家。这里没有假的，只有真的。喂，如果呢啲嘢系坚嘅，咪即系国宝嚟，唔好制啊，俾人拉到啊！边个知啊？我哋知啦！人人一马，一齐啦！哇，大王！走了，齐先生，你们先走，我拼命掩护你们。那不好意思啊，那我先走，你们拼命掩护我。好啊，你们下去抓那两个有枪的。好，下去。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有枪！站住！无辜的，别跑！谁谁无辜呀？条蛇咬我啊！喂，条蛇咬我啊！吓！哎哎呀！冇事啦，我同你啜晒啲毒出嚟。阿慈，你真系伟大，同我啜晒啲毒出嚟，唔该晒啊！其实我都唔系咁伟大，我咁做系想你投桃报李啫。投桃报李？你又被蛇咬到啊？是啊。咬到哪里啊？这里啊。这里。唔该。到了今天田地，
你不如壮烈死咗佢啦！吓，你叫我死咗佢，你有冇搞错啊？冇搞错，我餐餐食饭，俾份大嘅你，食火都三分钟啊，火都俾埋你，去厕所让你先，你俾蛇咬亲，我同你住毒，吓，而家你唔同我住，咁核突嘅嘢，你都叫我做啊？你算有义气咩？咁我而家点啊？吓，你打死我啊？唔系，镇定。你有冇睇过史泰龙救自己啊？咁你趴低啊？会唔会死噶？我点知啊？趴低啊！哇！啊啊啊！哎呀！你话咩？呢个叫史泰龙啊？阿慈唔好走啊！我唔识路噶。佢黐线噶佢。阿慈，喂，等埋我阿慈，你就咁走啊？我怕噶阿慈。哇！大佬啊，你跌落嚟都出巨声啊！我跌落咗成口水啊，点出声啊？哎，快啲谂办法出翻去啦！哎，嗰边有啲嘢喎！小心啊，唔好乱咁行啊！佢今赠与有缘人，哇！真系发达啦，我啊有缘人啦。咁先，睇下你人几贪心啊！喐动啲机关啊！你望下写住噶，贪心的人有祸了啊！而家连洞口都闩埋啦，快啲揾出口啦！出嚟咁大个金，客人都贪啦，周围揾啦。哎，嗰边有光喎！唯一生路涉水而过，第二石室。又要落翻呢堆水啊！行啊！唔正啊！哇！真系几重啊！勾住啊！行嚟啫嘛，大惊小怪。点啊！哎呀，你个啰柚都几旺噶，成日俾蛇咬嘅。黐线，我踩死佢添啊！喂，点啊？系咪出口嚟噶？啊，唔多次出口噃，可以仲恐怖啲添啊！喂，等我少少。一入铜钱，大放光明。喂，坚定流噶？坚定流唔关我哋事啦，我哋又冇铜钱。咁啊系。诶，唔系喎。呢个得唔得啊？唔得，唔试啊！试下。好。啊！呢堆嘢都几古怪喎，
有四副白骨，点睇啊？睇啊！喂喂喂，嗰嚿咩嚟噶？唔知。哇哇，咁靓嘅，咁歪嘅，咁靓都话歪，话靓啊！喂，你估我两蚊翻得出去嗱？呢个要睇天啊！一代大侠龙剑飞葬身于此啊！名唔熟嘅，呢个就系啊。哦，咩啊？样唔似我老豆嘅，唔系啊嘛？啊，呢盒咩嚟嘅咧？喂，你发楼嗰阵时啊，块面系咪变色噶？唔会啊。唉，你老老实实话俾我听啊，你系咪嬲得好紧要啊？唔好啊！你真系好唔妥噶噃。自己 happy 啊！如果唔系啊，你做乜口黑面黑啫？黐线吓！哇，咁黑嘅？唔知对手啊？你睇边个嚟噶？边个嚟噶？嗱，系你嚟噶吓？你知唔知你而家似个神啊？仲笑我似黑面神？唔系啊，系 Michael Jackson 啊！吓吓，原来个世界上有黑人，就系佢啲祖先中咗毒啊！梗系头先啲水蛇有毒啦。咁点啊？啊啊系啊，古代啲大侠身边啊，多数都有解毒灵丹噶。呢盒喺龙潭身边噶喎。哦，大还丹啊，啊可能系呢挺啦。攞嚟睇啊，得两本嘢，七旋斩、如来神掌啊。哦，仲有咩嚟噶？唔知啊，可解百毒倍增功力。吓，冇错系呢种啊。有够啦，你啊执到啦。做咩？见到啲解药好开心啊！呢嚿就仙丹，嚟啊！快啲食咗佢啊！能解百毒噶啊！系啊，食啦！系咪兄弟先？啊，梗系啦！你食咗先啦。系一人一半。唔得。如果唔系，你话我食屎，俾你翻去笑一世。唔得，咁唔系兄弟。哇哇！你黐线，你做乜咬我啊？嗱，而家过咗毒俾你，你一定要食啊！一人一半。你中毒深啲啊，食够大噶咯。我一世人都冇乜做错，最错系识错你个朋友啊。喂，真系得喎！哦，真系。越嚟越爆啊！哇，好得好快喎！吓吓，掂喎，真系得喎，发达咯！喂喂喂，你个眼量眼到咁高啊！哇，唔通我哋有内功？或者系啦，可唔可以攞本嘢学下啦？仲靓我晒啲香港小姐喎，嘴嘴先。哎呀，喂喂喂，喂，落翻去先。哦，嘿，你咁冚青噶？你唔怕佢块面有毒啊？喂，咩啊？见唔见到啊？咩啊？佢眨眼啊？唔系啊嘛？是啊，是啊。小蛮，我昏迷了多久？公主啊，我想咬一会儿了。是你们救了我吗？不是，是啊是啊，是我救你们的。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这么怪呀？同你的样子那么怪咯。公子，你们讲的不是广东话吗？对呀，他们跟我一样，都是南蛮子，讲的是广东话。你记不记得广东话？哦。快点走吧！喂喂，去边啊？
趁天才还没有醒，我们赶快走吧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吓，嗰边嗰个一条藤咁，我哋两个砸出砸死佢啦！你别小看他呀，他是大邪派第一高手，武功好厉害的。公主，你带着他们先走，我来挡住他。小蛮，小蛮，小心点啊！我们赶快找出口吧。别动！哦，他在动了，公子，快出掌，打开一个洞口。公子，你吃了大还丹没有？吃咗了。喂，我们打开第二式，我教你练佛笑伽罗。点样练呢？照这本书上面的心法，你运用丹田之气，发出笑声。哇！笑啊！哇！用力笑！哇！出掌！嗨！哇！喂，做咩？哎呀，你这样太儿戏了，你继续的笑，笑得高兴点，照着书上这样笑啊，笑啊，哇，继续笑，对了，用真气的力量笑啊，准备出掌。哎，小蛮，快来！公主，喂，怎么样了？过嚟啊！做咩啊？喂，做咩啊？我撞得好伤啊！天蚕醒了，我们快走！我哋带你落香港，佢边度揾到啊？香港，香港，香港。那么，我们赶快走吧。走走。嗯嗯。喂，快啲行啊！云罗公主，就算你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你。公子啊，点解你支油灯咁得意嘅？哦，改咗名叫电筒，吹得识啊，试下。唉，请问两位公子而家系咩年份啊？90年咯。喂，试下。公主啊，你睇下呢度啲家具同埋冲凉嘅桶，同我哋一样噶喎。唔系，呢个攞嚟屙屎噶。屙屎。是啦，90年即系至元几多年？至元几多年啊？啊，几百年啩？几百年，即系一瞓瞓咗几百年。系啊，几百年咯。天蚕中嚟到古墓之前，俾我同小蛮服咗千年人参王，可以增加800年嘅寿命。可能？可能？我唔理你咩可能。亦都唔想知道天蚕系边个，我净系想知道你两个系边个啫。我就系小蛮啦，佢就系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称嘅云罗公主。你哋仲唔下跪？我系查理斯王子啊，我系查理 B 王子啊。查理 B 呢个系我婢女小蛮，系佢系南方蛮族人嚟嘅。蛮族乜事讲广东话嘅？话时话元朝嗰阵时啊。广东系蛮族嚟噶嘛？咁我同你即系南蛮咯。系啊。天蚕系天下第一邪派嘅高手，天蚕脚非常之厉害。佢抢咗高丽千年人心王服下，已有千年寿命。再揾到大合龙剑飞之舞，要攞如来神掌秘笈，我想阻止佢，点知俾佢捉住。嚟到呢度，少林四大神僧终于追到，佢哋同天蚕决斗，同时点中佢嘅死穴，但系俾佢耐力震死。佢亦都僵化，临昏迷之前用天蚕神功将我哋包起嚟，估唔到山中放七日，世上2000年。你哋真系元朝人啊？哇，咁啊罕有动物啦！罕有动物，天蚕为人有仇必报，佢一定会嚟揾我哋，我哋一定要走噶。哦，唔紧要，我哋带你翻香港。你去选康师实得噶，赢咗有冇银两赏噶？你似乎超龄啲噃，佢两个唔超龄都冇用啦，冇身份证都过唔到海关啦。你新嚟噶？佢哋两个阿灿嚟噶嘛？阿灿点嚟，佢咪点去咯？嗱，过咗两重铁丝网咧，
就係香港嘅。一陣再夜啲，等啲阿邊哥蛇王嗰陣，我哋就擒過去。不過咧，如果遇到大媽嗰陣，就各安天命啦。切，咁矮一跳就跳過啦。喂，肥妹，唔好喺度搞破壞喎。就算係世運冠軍啊，都冇辦法跳得過啦。對唔住啊，佢亂講啫。小姐，你唔使驚喎，等陣有我照顧你啊嘛。喂，哎呀，你個死蛇頭，我諗冇跑。小文，你唔好咁啦，唔好啦。站住！站住！別跑！原來啲車輪可以真係咁犀利嘅。阿同志啊，我知道我思想上犯咗严重嘅错误，我会深入批判我自己噶啦。判你阿爷啊！小文啊，快啲走啊！仲唔走？走啦！出来，快说！他们是什么人啊？民运分子啊，民运分子啊！哎呀，哎呀！想不到现在的民运分子逃亡啊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哇，民运分子这么大本领，要不要报告上级，派特异功能的人来抓他们呢？我抓你个老爸！报告上级，有人能这样跳过铁丝网？你夸大敌人实力，不把你调到别大荒接受再教育，那才怪呢！就当什么事没发生过，是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嗯，起来，送你去北大荒接受思想再教育。哎呀，不要拉我了。呢度就系香港啊？听讲呢度系九龙噃。公子啊，全部地方就系得咁大噶咋？哎呀，揸住啊，咪点啊？香港地寸金尺土，屈就下啦。公子啊，公咩子啊？叫我辉哥咪得咯。你肯收留我哋，已经系大恩大德噶啦。我哋仲点敢奢求啊？小曼，小曼，以后公子讲嘅说话，即系我讲嘅说话，你一定要听。系公主，知道未啊？冇公子，以后有乜嘢需要小曼做嘅话，即管吩咐啦。诶，乜你滴咗呢两件嘢翻嚟啊？唔好逃啊！坐低啊！啊咩啊？过咗半日假咋，要翻工噶，叫你自己睇说明书啊！啲说明书啊，唔系英文就意大利文嚟噶，系咪啊？你话啦，佢两个识唔识睇啊？睇公仔都识啩？黐線嘅，啊！飲茶，啊！妖女，啊！浸佢豬籠啊！公主，公主浸佢豬籠。嗱，你兩個千祈唔好掂啲嘢，等我翻嚟，我一陣要翻工，一翻到嚟我會教曬你點樣用呢啲嘢，因為呢啲嘢有電啊，電啊，明唔明啊？公子啊，我哋自己摸索下。或者可以得窥其中奥秘一二呢？公子啊，我哋公主是宫内的女红逢人第一高手嚟嘅，又是珍馐百味斋主大高手的唯一传人。佢做衫煮饭的功夫啊，真系独霸天下嘅。斌妹，洗啲衫佢。公子啊，乜你哋啲布料好似啲粪便咁臭嘅？唔使做啊，喂，行啦。记住等我回来，千祈不要乱搞啲嘢啊，知唔知啊？哎呀，我唔记得咗问佢哋条河究竟喺边度喎，咁我点洗衫啊，公主？你仲食一笼？今日食咗全世界最大量嘅猫面咯喎！就算我唔食啊，人哋都要食噶嘛。佢唔识用厨房啲嘢噶，用乜嘢搞到厨房漏煤气噶？成屋煤气，千祈唔好揿钟，揿钟会爆炸。
喂，做咩？出翻去先啦！做咩啫？你哋唔入得嚟住噶？你搞成点啊？都要俾我哋入去睇下噶。公主话唔得就唔入得。公主够话我讲嘅嘢，即系佢讲嘅嘢咯。咁又系噃。喂。啊？咩事啊？闩门啊！系。时候。系。哇！冷气、电视都开晒。嗯。哦，哎呀！好食都唔定得口啊！全部嘅餸都系公主煮俾你哋食噶。唔系嘛？佢识得用厨房啲嘢咩？公主嚟啦！呢书咪 Yaki 啊？喺边度搵翻嚟噶？冇啊！我照本书自己做啫嘛，你又报咩？用你哋啲窗帘报咯。哇，唔怪你咁熟口面啦。我都整咗件噶，不过唔俾你哋睇住。嗱，老实实啦，你究竟系咪古代人嚟噶？又识睇时装杂志，又识看晒全屋嘅电器，你有冇呃我噶？唔系啊，嗱，你话嗰啲咩意大利文书，我识睇噶。讲大话都几劲噃，唔好话成家先话你老豆啊。唔系啊，佢系我曾祖父先啱。我識呢種外國文字咧，係因為有個外國人叫 Marco Polo 嚟過中土，係佢教我嘅。Marco Polo， 馬可貝萊，你師傅？係啊，仲有你塞冰食物箱嗰啲面咧，嗱，呢啲係我送俾 Marco Polo 帶翻嚟意大利嘅。咩話？意大利粉係中國傳過去嘅？唔係嘛？仲有啊！呢个烧饼咧都系我哋教佢整嘅。Pizza 即系中国烧饼。宋代咧就有一个叫做武松，武松嘅兄长咧就系武大郎，都系卖呢种烧饼嘅。佢话武大郎卖 pizza， 你信唔信啦？啊，卖到街边黑噶嘛，而家咪叫 pizza 黑咯。哇，仲有咁多嘢点食得落啊？以前皇宫开饭百几味添啊。呢个叫咩啊？你吃这个就叫做香酥鸭盒子了。好甜啊，这条什么来的？天香一品糕，是用七种鲜果做成的甜品，是我做的。这个是什么？是辉哥的皇室牌香碱。喂，是的，怎么会放在桌上？奴婢罪该万死，我用完唔记得拎翻入茅厕啊！识得你冇好过。水冇事啊嘛，水啊，池公子，诶，池大侠啊！不如我着我件新衫出嚟俾你哋睇啊！系咯，系费事生眼挑针啊，执翻条底裤冲凉先。底裤去晒边啊？公子，小曼靓唔靓啊？你我件衫系咪好美艳呢？哇！呢条镇仓货你用埋啊？呢条系我亨利送俾我噶，我次次见佢都着翻呢条噶。攞翻嚟，攞晒我啲底裤嚟做件衫啊！攞翻嚟。喂，放手。正身为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嘅冰肌玉骨小香似俾你见到。你叫我以后点见人啊？你个样不嬲都唔见得人啦、啊！公主啊，公主，你一定要同小曼做主。请问池公子，你系咪睇过佢肚脐啊？哦，我咪见到个好多老泥嘅肚脐窿咯。公子，小曼十一岁入宫，虽然佢系我嘅婢女，但系我同佢情同姊妹，佢自幼守礼。绝对是处子之身，看看手上还有一粒手工纱。如果公子和他真的有肌肤之亲的，我就将小曼许配给你。哇，看看个肚脐又加我执件咁嘢，佢山下行个圈咪执到呕。公子言下之意，即是不要小曼。当然啦。小曼，你就在公子面前自尽啦。啊，自尽啊，好，好啊。啊，喂。喂，
你有所不知噶啦，我哋元代女子贞操观念一样好重。公子见到佢陶瓷，如果唔要佢，除咗死之外，就冇第二个选择噶啦。唔会嘅，梗有选择嘅。你谂下，摆定把刀先。有，不过你一定唔会拣噶。咩唔拣啊？一定拣。嗰人就杀咗你。哎呀！其实小曼都唔错嘅，你唔系啊嘛？唉，佢仲有手工纱嘅，去边度揾？好似恐龙咁绝晒种，好嘢嚟噶。你唔系讲真啊嘛？唉，粗粗地冇所谓啦。你知道嘛？古代兴三妻四妾噶嘛，你咪脆脆地娶佢就翻屋企当宾妹咁使咯。就算你出去花天酒地啊，你话 yes， 佢永远都唔敢话 no 嘅，系咪啊？真系谂得过。过嚟，你都唔要我嘅。我要你都得，真嘅。不过以后我叫你行就行，企就企。我叫你洗面唔好洗手，我叫你刷牙唔好啷口。我知道嘅，出嫁从夫，相公。有冇行差踏错话，我就走咗你啊！踏住骨先啦。哦，唔得噶，我哋未成亲系唔可以见面噶。一切从简，立即报到。唔得噶，起码都要揭过下头巾啦。头巾啊嘛。嗯。啊。礼成，揼骨。揼啦。啊。咁啊，搞掂啦，吓。公子，如果唔系得你哋相救，我哋就会长埋喺古墓之中。既然你旷世奇逢，食咗大还丹，有50年功力。我系索性依秘笈教你练成九式如来神掌，以免绝世武功失传。如来神掌共分九式，第一至第八式学成已经可以独步江湖。至于最后一式万佛朝宗，更加系天上地下有武功以嚟威力最大嘅一招，相传只系用过三次。第一次系释迦用嚟打败大魔神，第二次系火云邪神打败三绝掌，第三次就系龙剑飞用嚟打败天残脚。喂，你哋咪听过？是啊，我哋有听到噶。佛啊嘛，佛啊，佛你流堂啊，你究竟有冇心机听噶？我听啊，我学噶，学咗发大个。如来神掌包含咗内功、外功、轻功同埋防身真气，学识之后即系学识晒一切嘅武功，所以骨骼同埋根基一定要适合先练到。我啊嗱，你资质老钝，骨骼平常，心浮气躁，最多可以练到七旋斩。冇理由噶，七旋斩我喺山洞都用过啦。你嗰次系误打误撞，仲未叫练成噶。小曼啊，你依照秘笈上嘅修炼方法去嗰边教你上功。嗯，嗰边。喂，咁我哋点练啊？我而家教你练第一式佛飞西天。咁即系点啊？利顶上颚，气运丹田。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将真气运遍全身。你已经学识佛飞西天嘅内功心法，嗱，而家运用真气由30楼跳落去，就可以九霄云外，翱翔天际噶啦。跳落去，唔会有事噶。吓，又会高成咁？真系用我跳落去？嗯，学势一展开，你就有余。神龙在天噶啦！喂，老老实实啦，我唔跳落去得唔得啊？我应承过我自己，就算打死我都唔跳落去噶啦。公子，咩啊？你望实我对眼，望实我，喺我眼度睇到乜嘢？
你知唔知我想点啊？想点啊？我想推你落去啊！好啊好啊，喂，好危险噶，你翻翻入去先啦，系咯系咯，黐线，飞翻上去又 lift 都唔得，傻嘅。喂，你琴晚学成点啊？学晒前面嗰八掌噶啦。我都学掂晒七旋斩啦。喂，其实而家我哋武功盖世噶啦，点解仲要翻工啫？武功盖世就要打劫银行噶啦咩？做人要脚踏实地。起码要做埋呢个月先得噶嘛，系嘛？哦，呢个月啊！的士，的士，喂，的士，诶诶，哇，喂喂喂喂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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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仲啊？的士，喂喂喂喂，喂，睇个样又要搭专线巴士啊！喂喂喂！快点停车！佛飞西天！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喂！唔知有冇睇错喎？个人跑得快过巴士喎，咁就行快过巴士啦。乖啊乖啊，唔使惊啊。哎呀，怪事，唔怪晒你啦，今日多得你喎。神经啊，演咩唱啊？你要演咩唱？话我啊，阿 Sir 啊，我唔系话你啊。咩啊？你唔系话我都当你话我噶啦，呢镬嘢扣百五分到啦。阿 Sir 啊，唔系嘛，咁要扣分，呢镬嘢真系唔关我事噶。你咁即系屈我啫。你个样咁衰啊，我明白你都冇人反对啦。系咪啊 ？Sir 啊，你自己我排出嚟，唔系讲咁多嘢，快啲啊！喂，阿志，钉数又到啦喎。九哥，又嚟啊！我好惊啊，唔好打我啊！咁即系冇钱俾啫，有都唔俾啦。打咗咁多镬，镬镬都咁金，唔紧要，镬镬新鲜，唔系边度够刺激啊？喂，阿辉，由佢哋拉我后楼梯啦。一场兄弟，我唔会连累你嘅，由佢哋带我后楼梯打啦，走啦。我哋又去饮茶啦！哇！我做人就最公平噶啦，由而家开始，你打我一拳，我劈你一掌，唔打得唔得啊？唔打得唔得啊？唔打唔得，唔使还钱得唔得啊？诶，唔还钱得，不过唔打唔得啫喎。哎呀！哦，你黐线啊！真。打唔打唔得噶嘛？系啊，你唔识听反话噶？你唔知而家有地话中国人讲嘢唔算数嘅咩？斩醒你班契弟先得！喂，喂，斩！仲唔死？迟啲都系嘛？系。我系外围九个大佬外围班，你打我细佬，我要同佢报仇。你有胆就即刻去红磡文娱街同我决一死战，我系正衰仔啊！好，呢次仲唔甘？
围八，我系九。哥嚟咗啦，你有本事就出嚟啦，今日我挑战。我围八，我围九，有几多人啊？一次过出晒嚟啊！唔使我次次嚟揾你哋啊！出嚟啊！出嚟啊！哇！喂！哇！哇哇哇！吓！有冇搞错啊？争钱啫嘛，临时。就系佢啦，系佢用妖术打我哋嘅。有冇搞错啊？哇！用黑狗血龙屎尿淋过，你用咩妖术都冇用啊！你用啲屎尿淋我，我斩死你哋！唔叻嘅咧，到我啲手足蒲头啦嘛，兄弟们，我斩个妖头。哇！原来你如来神掌仲劲过我啊，咁咪天下无敌？你唔好话，天蚕仲犀利啊！你傻嘅，天蚕喺大陆点出嚟啊？死啊你！
你位同志，出手重啲啩，少管闲事。我只是教训他，不取他性命已经是手下留情。你只都系气功师，但系同志嘅功夫似乎特别霸道，唔似系特异功能中人。你是谁？我叫严真。好家伙，你的样子很辛苦是吗？我睇你够辛苦啦。哎呀，你大汗搭细汗。老家伙，你这副老骨头挺不了多久了。你都顶得好耐嘅啫，细侄。大家不要那么辛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大家都冇咁辛苦啦。一、二、三。喂。我们的内功平分秋色，可是我还有一招百年功力的天蚕脚，现在要跟你比试一下。林师傅，打佢啦！冇错啊，打佢啊！他条命咩？你哋唔见佢起身都冇力嘅咩？你自己执生啦！我哋修道之人以行善为本，唔中意同人争强好胜，以后你中意点样嘅？就随便你了。好，你不敢跟我打，以后这里就以我为尊。而我就是你们的老大。你话点就点啦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。你代晒啲制作费去咗边啊？寻晚你又唔翻嚟瞓，小文揸晒型啊！日日起身未发达，咪澳门搏一搏咯。啊！你澳门嚟啊？成条澳门街俾我轰动晒啊！我琴晚喺百家乐台连中廿一口庄啊！咁咪发达都走啦！咩啊？又今朝连输廿二有限啦！吓，通常啲结局都系咁嘅，嗬？你唔好同人讲嘢住得唔得啊？咁啲製作費同埋冇私錢咁點啊？冇曬啊！叫佢哋捱住一義氣得唔得啊？你去講啦。誒，你睇下個說服力嘅成功人士點樣說服群眾。咕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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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嗱，冇事得未？得咗。喂，做得未啊？搞掂曬啦。Camera 得未啊 ？OK。OK。所有人準備。Roll camera。Action！ 乜系佢两个自己做啊？唔系点啊？又几好喎！啊！如来神掌，冲天江湖，武林至尊，哇！看今朝，三四刀，四剑掌，我哋过嚟帮慈哥收威呀！你扮收威亚知唔知啊？喂，收威亚，傻噶，仲唔帮慈哥手 cut 咗啲威亚佢？威亚嘅，冇威亚咩？冇威亚，真系冇喎！你傻噶？呢啲咩嚟噶？啊，呢啲咩嚟噶？嚟，咩嚟噶 ？cut 啦！哇，呢度啊，有冇搞掂啦？啊，我走。做咩？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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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骨，我的骨啦！大侠汉堡包，十方听闻。哎呀！做我哋大侠嘅，通常都会消耗体力。所以每次练完功之后，我一定会食大盒汉堡包。各路大英雄，食大盒汉堡包，读书精神，考试唔使出猫。大侠也要吃汉堡包？
姐啊，我念到啦，念到啦，叻仔喎！大侠爱食汉堡包，纯正牛肉冇奶猫，香港市民添口福，食完会乱大交。大侠爱诶，死啦！我唔记得咗，可唔可以俾多次机会啊？好啦，俾次机会你啦。大侠原来是秘密帮会，买点心也要说爱。食完唔会乱打交。算啦，唔该哥哥。到你。大侠爱食汉堡包。喂。大侠爱食黑猫猫，神经牛肉冇奶猫，香港市民天口福，食完唔会乱打交。因为只有万佛朝宗只可以克制到天残脚，只要冇人可以悟出万佛朝宗，就冇人可以打败佢。唔系嘛？你哋嘅时代系啫，我哋嘅时代就唔同啦。我哋有好多武器噶，有子弹啊、飞弹啊、原子弹啊、氢气弹啊，几好武功都冇用噶嘛。你话嗰啲西洋武器啊？系。佢一对天蓝手套可以抵挡得住噶。喺边度买噶？永安百货啊？真噶，唔系讲笑噶。喂，我老豆有冇打电话嚟？唔觉啊。打嚟千祈唔好话喺度啊，咪又度水咋？话知你啊。咁佢问你攞钱都好应该啫。哎，我老豆冇人性噶，烂赌烂滚烂口烂打交，我学得佢三成咋。咁佢咪人咯？系唔系人？系作家。佢老豆写小说嘅，古蛇，虎头蛇尾嘅蛇，似唔似啊？喂，佢只手插落你个袋度做咩啊？未趁影相嘅时候喺我袋揞咗三千人啦。大侠在吃汉堡包，你不是大侠。吃酒。灭侠。哇。天蚕好犀利噶，你小心啲啊！又话佢就系天蚕。好小子，居然学会了如来神掌。喂，你好走咯，如果唔系咧，我就你想怎么样？喂，你唔好话报警咁老土啊！我就系谂住咁讲咯。喂，唔好啊！云罗公主，我爱你爱了七百年了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动啊？天蚕，你死一条心罢了。你死一条心啦！哼，我知道你爱上了这小子，我要杀了他。你不怕万佛朝宗咩？系啊，你已经领悟了万佛朝宗。咩啊？哎呀，乜你咁蠢噶？你做乜哭啊？我系未识啊嘛。我冇理由呃佢把色噶。哇！插落河上面。紧要啊！我哋搬我啲食咪得咯。都叫你唔好买呢层楼噶啦，你都知呢层楼冇。气有似你啊，偷工减料，抵佢俾人绑票噶，衰人啊！你唔好咁，唔系咁讲，点讲啊？其实层楼咪几好，间间有私啫。你睇下，埲墙几实净啊！哇！顶住脚趾你都有嘅，天蚕，你冇咁过分喎。嘿，唔紧要，呢唔关女人事，我哋男人嚟。行开先啦，行开先啦。哇！哇！哇！
啊！嚇，呢招都出埋，我幫你唔到喎。行開啦，佛道有火。火，天蚕发火，非同小可。哇！好彩仲有啲，警我嚟帮你。慢啲，唔好发火，嬲翻件衫先。你真系毒啊！你点中佢哋嘅笑穴？一个时辰之内就会笑死。与我为敌的极少数，极少数人一定要死。我是说，一定要受到公平而宽大的处罚。废话。云楼公主，我是真心的爱你的，就算再等700年，我也要得到你啊！我唔要你啊！阿慈啊，快啲攞架撑帮手啦！片你哋已经开大片啦！龙剑飞，哎呀！龙大侠，阿慈喺嗰边啊！我唔系龙大侠，我系古大侠。哎，咁重啊！扫把都得。不要用你师父火云邪神古汉魂的名头来吓我。我知道你是龙剑飞，哎，我都话唔系龙大侠啦。喂，乜你两个笑到唔收得声噶？嚟，帮手立架撑，打楼下咁的士佬。哎，连龙大侠也要用兵器，敌人是何方高手，这么厉害？哎，佢哋咁多人，我得一个，梗系俾佢哋抛窒啦。佢话自己系武功盖世嘅天残脚啦。唔系你讲乜嘢啊？你唔好问咁多啦。佢喺青山出嚟啊！佢当咗你大侠龙剑飞啊！真系癫得咁文蠢，佢黐住你噶，所以你啊乱咁斩噶，你同我顶到尾啊！啊，好，算你有眼光。本来我已经隐姓埋名，唔理江湖嘅事啦。啊，既然俾你认出咗，我啊同楼下嗰班车夫撒气，但系我唔想暴露真正嘅身份。嗱，你最好帮我打发佢哋扯。系啊，难得龙大侠开口。这个忙我一定帮，我的天蚕神功就要练到第九层。龙大侠，请放心，任何高手我都不怕。何方小辈竟敢冒犯龙大侠？哎呀，死老爷，把我表叔嚟吓我啊！戏大上，撞死嘅衰公！未算，黑白万佛龙大侠，
果然厉害。什么讲？你又要出到天残脚，我讲咗三个字啫，就吓到佢哋走唔切啦。哼！我同阿慈去对付天残，你又即刻抱云娥走。哇！吓阿家嫂乜咁大力嘅？天残啊，我哋唔可以喺咁多人面前公开我哋京世骇族嘅武功。龙大侠果然有见地，你认为该当如何呢？在下认为，不如上楼先倾啦。好，龙大侠，我一定要找回云罗公主。天残，你太落后啦！你知唔知点解我全中国咁多地方都唔去，偏偏要留喺香港啊？为什么？就因为呢笪地方美女如云，好似云罗呢咁嘅女仔啊，通街都系啦。唔信？睇下。你们两个，马上把所有美女通通抢回来！哎。这个年代找女仔不用抢的了，只要你有钱就会走埋你的了，主要给心机找钱。好好主意。嗱，他都说好主意啊。明天你们两个跟我去钱庄抢三万两黄金回来。好，不行不行啊。不去就毙了你们。你真系捉虫，系咯？对，更好主意就是叫你们抓虫。把这个给我吃下去。话咩专捉虫噶？废话。吃它。喂，咩虫嚟噶？这一条叫天蚕虫，你吃了以后，如果想开溜，我只要敲这个窟。冇打，你马上会肠穿肚烂而死。你都我都我想。哎呦，怎么搞得用完了小虫了？啊，好啊好啊好啊，祖先有灵啦！啊，你走运了，我还有一条大的蚕后啊。啲青年人真系世风日下，为咗贪生怕死，居然认我做老豆都肯制，吔啦！吃他！龙大侠，明天我们一起去钱庄，好吗？好啦，由听日起，我要闭关十年，苦练如来神掌第十式。喺呢十年内，我武林至尊呢个名衔由你代住先。龙大侠，刚才所言是否当真？当真，我哋大合辈一言九鼎，后会有期。哈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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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那你们两个去抢三万两回来。啊，真啦！哼，你们不去就毙了你们。走。喂，咁点算啊？执生啦。我哋唔使打劫噶，里头有我哋嘅内奸啊。系啊，嚟啫。嗱，呢张就内奸卡啦。啊。行开，行开，行开。睇
睇住咧。少林少林武功吓亲人，俾人打到两头大，刮过两把巨咒云，俾钱，咁啊攞到钱啦，系唔系啊？小老弟，真有意思啊！哎，你过奖啦。好，你们两人开，让我来试一试。哎，提要武功出少林，少林武功吓亲人，俾人打两头大，刮过两把巨咒云，哎，给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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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不给钱是吧？好，等我抓你出来，看你是什么样子。啊！该、哎。哎，怎么没人了？这小子轻功不错，跑得真快啊！哎。佢托住咁大部机，实追唔到我哋啊！走啦！喂，你点啊？哎呀！快啲翻去揾佢啊！唔係死梗啊！得啦，我自己搞掂，唔使啦。回来啦！为什么要逃走？你而家咁做系犯法噶？犯法？我武功盖世，犯什么法？我最大。港督最大。什么港督？咪即系你知府咯。好，你们俩带我去，等我宰了他，港督由我来做。啊，咁点啊？去啦。好。快点。老婆啊，嗰晚我做英语粤剧，精唔精彩啊？听到我耳都痕晒啦，巴闭。走。啊！佢系边个？他就是港督啊！我系港督。系啊！啊！你睇佢着官服嘅样啊！嗯，果然是朝廷命官。系。妈妈咪呀！苗疆七色叫蓝面妖女。系啊系啊，小心你阴波功啊！啊！大佬啊，大佬啊，你想话刘青啊？你夹我上车又好，点都好，总之千祈唔好杀我啊！你入我魔教，奉我为主，如有违教规，生子世世为贼，生女代代为娼。佢话如果有违教规咧，生仔就做黑社会，生女就做哥哥哥，益你啊，两反有钱揾啊！咦？无可当的感觉。当你自己广督咁点啊？打电话报警啦！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你干什么？通通话。什么通话呀？跟龙大侠讲讲话咯。讲话？龙大侠在闭关了。
啊，就係閉關好悶咁同佢通通話咯。喂，喂，龍大俠啊，我哋喺山頂度十八號等緊你啊，你明噶啦，等緊你啊。唉，唔好預我啦，仔，你自己執生啦。嚇？你好掛住天殘啊？我帶佢嚟揾你啊。唉，千祈唔好啊。嚟，你唔好唔嚟啊！唔系第日你摊大如来神掌同我度水嗰阵时，我唔会醒你噶。你唔好杀鸡取卵咁无良啊！记住喎、啊。唉，我至多帮你报警啦。哦，咁我等你啦，等你啊。老大成日又嚟啊！唉，一齐嚟 happy 啊嘛。happy。郭连总台。我哋已经到咗山顶道十八号。入边嘅人听住，你哋已经被。喂，你哋系绝对冇机会逃走噶啦！快啲放低你哋嘅武器，释放所有嘅人质，出嚟投降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哋喺度啊。我连肚里边都有你天蚕喺度，你唔好走啊！你唔好累街坊啊，得唔得啊？大王啊，冇打鼓，冇打鼓，我哋唔走。This is the last warning。如果你哋喺五秒钟之内做唔出嚟投降嘅，我哋就使用武力。5, 4, 3, 2, 1, go。Commander calling Unit B. Answer me! Answer me! 卡罗比波浪创新意。而家继续报道，目前估计喺屋内嘅恐怖分子有40人，佢哋系配备极度现代化嘅武器，警方目前唔排除抽调英军增援嘅可能性。辣得有推事，小姐，你唔得去噶。我哋嘅男朋友困喺屋入边啊，唔该，俾我哋入去啦。危险噶，你出翻先啦。俾我入去啦，好犀利噶，你哋唔救佢打噶啦，咪小姐，咩事啊？我哋冇恶意噶，嗰个人系武林高手，佢有对天蚕手套，连子弹都唔怕噶。小姐啊，你而家睇下电视多啦，讲认真。啊，就系前面呢两位。你又系边个啊？我哋系新华社嘅，元真先生佢系特异功能表演团嘅团长，佢怀疑里边嘅狂徒系佢哋其中一个团员。佢嘅团员？冇可能嘅，我哋咁多人入去，全部都翻唔到出嚟，入边起码有40-50个训练精锐嘅恐怖分子喺度。你哋真激死 ！Sir， 出嚟弹准备好啦，射入去。系。哇，咁危险，咁样唔得噶。可以掟翻啲催泪弹出嚟，最衰都系你啊！我老公喺入边有咩事，为你试问啊！两位小姐，请问你哋点会知道入边嗰个人嘅真正身份？喂，你唔好理咁多啦，我哋谂办法救人先啦。我嘅轻功可以混入去倚天残发觉嘅，我入去睇下，然后再谂办法啦。轻功 ，My God！
年几日个飞虎队同我哋都吞晒啲天蚕啊！佢一打鼓，我哋就瞓低晒噶。佢睇紧电视啊？系啊，佢简直系疯狂电视迷啊！睇咗十几个钟头，鬼唔望睇死佢啊！这个婆娘是谁？这么丑啊！哎呀，他看到了，快点走，想走。他只是在看电视，有什么人出现在电视，他一定会看，而且看到不眨眼。周润发，刘晓庆，不是啊，周润发，是我。只要我一出现在电视，他一定会看。啊，燕罗，天辰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你现在望着我的表，我数一、二、三，你将会好累，你将会好眼瞓，瞓啦。啊！嘘，嘘，快点，快点，嘘，得了，你行先。哎，身啊，走啦，走啦！唔走得啊？咩啊？我个肚有天蚕啊！唔怕啦，走啦！喂，大王啊，有人想偷走啊！系啊，佢想偷走啊！贱妇，我唔会竟敢用迷魂大法！我切！喂，走啦！唔使惊，唔使乱，喂，你唔好流通噶。咩？佢个鼓咧，我度笃包埋，咁样走得啦，走，走啦，走啦，走，喂，等翻心门，系，我，我，你敢跟我作对？没有啊，我，别走，天残脚。严师傅，你想下办法救佢啦！佢中嘅脚力实在太重，一般医疗方法系救佢唔到。唯一嘅办法救佢嘅就系我哋特异功能里边有一种功能叫做转移，可以将佢嘅脚力转移俾我哋四人分担。以我哋嘅功力，每人分担四分之一，大概可以顶得顺。但系，在运功的时候，大家的背心命门穴是不可以有衣服阻隔，以免妨碍真气流动。哎，严师傅啊，我功力最浅嘛，咁梗系排第尾啦。万一你哋顶得上嘅话，咪唔轮到我咯。在上
弟子叩见，师傅一定要教我转移大法，等我将人啲钱转晒入我嘅袋里边。我都好想啊，不过我都未研究成功。中国嘅内功就系靠每日打坐，强化自己呼吸功能，将分解食物能量功能提高到十倍，甚至一百倍，发挥出嚟嘅力量当然比一般人高，但系亦只限于本身力量。我哋嘅特异功能就唔同啦。咁有咩唔同啊？人类系充满能量嘅灵长类生物，根据爱因斯坦物质不灭定律。人死咗一定会有能量留低，呢啲残余能量最多嘅地方就系坟场。哇！咁啲猪死咗有冇能量留低啊？有都俾你食晒啦。如果唔系，你边有咁多精力喺度喷口水啊？呢排见你餐餐食猪肉，就嚟系蠢过只猪噶啦。哇！乜你餐餐及住我食餸噶？唔得啊！我哋嘅特异功能就系唔使靠食物嘅氧化作用，透过特殊途径用脑功能引起生物同步共振，将外界嘅游离力量引为己用。睇住啊！亚妈暗比真塞米拉巴西，亚妈暗比真塞米拉巴西，吸星大法系咩能量都吸得噶？咁又唔系喎，有啲能量系唔散嘅，通常一般人就叫佢做鬼。讲啊！我叫只出嚟俾你睇下咧，你唔信系嘛？睇住咧，玛雅阿扎玛斯，扎赞波，做鬼都做得你咁招积。斩到你鬼都冇得做！喂！哎呀呀！死未？我只脚都走啦！哎呀！冇事啊嘛！阿辉，唯一能够对付天尘嘅武功，就只有如来神掌第九式嘅万佛朝宗。但系当年火云邪神过咗60年功力俾龙剑飞，同时佢又食咗万年火龟，增加咗100年功力，合共160年。而你只系食咗半粒过期大还丹，得25年功力已经够运噶啦。但系七除八扣，可能得翻10多年，能够练成八式都已经问晒边。唯一办法只有吸收外界嘅功能。咁有咩秘诀先可以吸到呢啲外界功能？我教你一句咒语：亚妈咪真舍咪拉巴斯。再加上你嘅如来神掌第九式嘅心法，应该有效。哇！咁信啲嘢，我都学啊！你唔得，都话你骨骼曳咯。你用餐餐食猪肉，猪鬼上身都有份啊！系啦，严师傅啊，你嘅意思系咪学咗咒语之后就可以使得出万佛朝宗嘅威力啊？理论上咧系绝对冇问题嘅，实际上真正打起上嚟咧，咁就点啊？咁就断股咯！吓，搞咗成晚断股，收声啊！要食汉堡包，要食咁多汉堡包先可以打赢天蚕呢个奸啊佬啊！
天啊，灿啊，我已经吃了很多汉堡包，今晚啊，而家系山顶啊，卫星站啊，卫星站，我哋决一死战，看看，哦哦。喂，天蚕就快到啦，大家小心戒备。小华，咩啫？我有个说话喺心里面谂咗好耐，但我一直冇勇气讲出嚟。你想讲乜嘢，咪即管讲咯，冇人笑你嘅。我惊我而家唔讲，就冇机会讲。你想讲咪讲咯，我想先走先。唔得，辉，严师傅嗰啲咒语你运用纯熟未啊？啱吸咗啲游离能量入去，而家成个人精神晒。吓、嗯，咁、啊、我又吸啦。吸你个头啊！一只鬼上身啊！哦，天蚕嚟啦！大家记住，无论发生咩事都唔好出嚟啊！知唔知啊？你知啊？我打赢天蚕之后就即刻同你结婚。你唔嫌我大过你咩？你大过我，你几多岁啊？768岁。系咁，打完之后先再讲。天蚕脚。我以为你练了什么了不起的功夫，原来就这两下子，你难不难为情啊？混混三九，嗨混混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让你鬼也做不成。
去死吧！哎，喂！幫手啊，扶佢上車啊！阿 Sir， 我哋想同個 friend 嗲兩句。一陣間好咯喎。好啊，唔該。謝謝。天祥大哥啊，我哋嚟送行噶，呢啲卡洛 B 同埋漢堡包係送俾你做乾糧噶。謝謝。你保重啦。小老弟，你對我真好啊，我不會忘記你的，有機會我會來找你。哎，唔好遇我啊！如来神掌重现江湖，武林至尊万看今朝。出飞镖，飞箭身轻如燕若仙，将故事串联，观点更新鲜。